现在是六分。你刚才呢，这个深圳队的这个全场领防啊，让广厦这边挺难受。嗯，广厦到第四节又换人控球，刘征控球。刘征作为一个打无球的球员，今天控球还真不错。嗯，比预想的要好。嚯，林志杰，哎呦，很硬的一个三分球啊！硬啊！林志杰打过硬仗。这比赛有没有加时的可能性啊？是。这个前面博洛西斯，后边胡金秋等着盖他。丢了，要丢，哟，丢了，丢了，丢了。赵岩浩转换进攻，哎，好球，一分。暂停回来之后呢，马上这个广厦是追了五分，分差只有一分了。其实深圳队这边现在我觉得就是压力比较大，压力很大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承受不起，他输不起。嗯，这个球是吧？对方单外援，你接下来是五个客场，你这球无论如何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你不能输。嗯，越想着不能输越背包袱。对，然后刚才这球给萨林杰等于都停滞下来，大伙都站着看。嗯，萨林杰就是主，但是这个运球你不能直眉瞪眼，就是你本身传球水准没有到那么高。你说这个看一些NBA 的比赛啊，就是